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，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、生存权、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。我多次强调，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，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，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。中方呼吁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，凝聚国际促和共识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决。